各位护法信徒，大家阿弥陀佛。各位请先坐下来，大家请坐。今天呢，是我们礼拜《梁皇宝忏》这部被称为佛教的百科全书，又称为忏宗之王的这部忏法我们已经通过了卷八什么叫做通过？也可以讲叫完成或者说礼诵完毕但是这份心意应当是无穷无尽的特别不管是从昨天开始为天道礼佛为欧修罗道，今天为欧修罗道礼佛，再来呢为人间道。人间道呢跟我们的因缘最为紧密密切的除了是国家的代表不管哪一个国家地区这个带领的人呢都是我们要感谢。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明君呢带领的话，那么国家社会也不得安宁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有一些在战火之中其实是很难受的。各位我们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哪一国的新闻这一国战乱那一国的人民真的生活涂炭很可怜。我曾经呢在疫情之前大约两年前因为我也负责纽约嘛，我相信现在也有纽约的菩萨或者 New Jersey 的菩萨也跟着我们在精进那么我到联合国去参与一些年度的会议在几个像现在各位看中东一带这些国家回教地区有一些妇女的代表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是一个重视和平的这个国家人民我们在那里他们看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宗教人士嘛赶快上前就握着我们的手求我们帮忙他们开口讲的这些话其实我已经没有办法开口回应他因为眼泪就要溢出来他们讲我的国家在战乱之中我们人民都是非常的痛苦你可以为我们祝福吗你可以为我们祷告吗你可以帮助我们吗几位妇女代表那个在现场实在他们讲到我们的妇女儿童都在战火之中都在痛苦里头那个是就好像我们为所有的人在礼佛包含明天明天卷九会更加不容易送不容易要代替三恶道的众生来礼佛。各位知道我刚刚讲我们在诵经为三恶道礼佛跟我是面对面的在这些战火蹂躏在摧残之下的人站在面前拜托请你为我们祝福这就好像如果在忏文之中的这些受苦的众生他们来到面前拜托你们能够为我们礼佛我们这样读诵你的感受不深但如果当面拜托你的感受会深就如同我说我们看新闻中东地区国家哪一国有战火那些妇女那些百姓那些儿童没有一日安宁家毁人亡四处不晓得要漂泊到哪里去所以他们好不容易有人代表来到联合国在纽约啦在那里开会当面跟我们讲那种感受是完全不同今天我们在这里礼拜今天还好啊今天还是为一些有福报的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不管是一国人君就是或者是说他的这种贵族的这些眷属他们是有福报但是他们有力量造业也重如果要行善帮助照顾人民那善会很大但如果他们一声令下发动战争
那民不聊生的账就要记在这个国王的头上了、哦、所以造善行善很大，造恶也会很大、哦、那总是呢，我说今天呢，毕竟他们还是这种国王啊、皇帝啊、家亲眷属是有福报的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为我们的父母，过去是父母，为我们的师长那么来礼佛那么也为所有的修行人在礼佛，所以今天礼佛还算是代替礼佛应该还算不是那么辛苦但是到明天是卷九大家真的有备而来，为地狱道礼佛，各种各种的地狱为恶鬼道礼佛他们的苦为畜生道礼佛他们的苦各位都要想这还只是透过白纸黑字，透过纸张，我们这样子就好像透过荧幕你在看人家受苦，但实际上呢，实际上特别明天的众生呢他们是真的真的发出那种非常急切急切恳求的声音，拜托拜托求你们为我们礼佛就好像我说这些中东的妇女代表看到我们这些比丘尼在联合国开会跑过来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一样一样的你能够帮助我们吗？当然他们知道我们出家人什么没有财富，我们没有什么政治势力但是我们有的就是一份心念可以为他们祈求所以握住我们的手请你为我们祈求我们的国家发生战难战乱我们的人民很苦所以真的我说面对那样真的眼泪都要流这是以代替礼佛，我想那种要你要感同身受我们今天回向这份功德不是只是结结缘这个就拜忏嘛为自己这个求消灾求福报，不是只有这样，不是只有为自己真的我想梁皇宝忏这部忏法它的由来就是代替礼忏，它最大的称为忏中之王还是代替礼忏，代替礼佛这个是在今天呢这卷八那当然呢我今天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法会开始前我们大概提早五分钟就会上线开始进行直播，本来是播放佛号有一个法会的这个 banner 让大家静下心来好像提早进入大殿静下心一样的意思那么今天呢应该各位看到的是我们视听主把我们的这个榜文呢再一次慢慢拍给大家看，因为呢明天呢卷九，明天星期六早上10点进入卷九那么下午2点就是卷十，说着说着拜着拜着真的明天梁皇宝忏就要拜完了拜完了，到底我们今年这样在拜，我们理解的对我们的启发有比去年增加了什么吗？真的一年一年拜一定要有所体悟的。我也在明天的这个早安佛光其实我也突然有个感悟了就是其实我们在拜这个梁皇宝忏它称为忏中之王，其中呢最大的力量除了代为礼忏代为忏悔礼佛之外真的一般呢我们讲很多人学佛呢是觉得我就是消灾祈福我在这里忏悔礼拜。其实我们在礼拜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我一定要改变我的心念我的意念改变了，我的习惯待人处事习惯出言吐语的习惯我的起心动念的习惯，这叫身口意才会改变这一改变它是身心解脱的改变，而不是只有照着
行礼如仪，我就跟着拜，就有功德啊、不是只有这样啊、我想啊、各位一年一年应该要更深刻的体会。我说在今天的法会前呢，特别拍摄啊、这个榜文啊、那所有发起人名字应该慢慢这样带过给大家看。其实呢，我是想到啊，说在疫情之前呢，大家可以回道场啊、如果有什么法会呀、那么所有不管你是供斋供花果啊、种种功德啊、我看大家都会回来在那里看啊、我登记的哪些人如何如何啊、现在因为疫情呢、没得回来啊、所以呢今天趁我们记者说赶快给大家看发起人哪些人，然后明天呢应该啊、也进一步就准备好了啊、就是明天上午卷九跟下午卷十呢啊、也是一样会提早五分钟左右啊、然后啊、就把这个十供养的名单啊、先是一个全面的啊、再来是啊、这个逐渐啊、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给大家看啊、你也可以看看说哎呀我有这个有看到名字啊、也不是要大家求名，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是觉得有一点弥补啊，就是大家不能进到道场里面来的一点遗憾啊、给各位看到道场啊、还是很如法如仪的啊、帮大家啊、很负责任的帮大家就把这个功德名单啊、都把它列出来啊、供花果包含赞普坛啊、还有今年呢在孝道月参加啊、这个共生稻粮的啊、这个人也特别多啊、已经接近登记的哦啊、共生稻粮接近啊、要1000人了。啊，现在应该在900多人左右啊。那么可以讲哦，虽然我其实一直在讲忏法内容，不太有机会讲到啊共生稻粮啊。我想法会即将圆满呢、总是趁着明天还有啊两支香啊梁皇宝忏啊，在法会前啊直播开始呢，让大家看看啊所有刚刚讲是供养啊、占卜啊、供花果、供斋，所还包含发起人，所有这些名单，慢慢的还是让大家再看一遍哦，那就代表你已经进到道场里面来了啊，这些你都看到了啊，都可以安心的哦。那这个是这个特别再提一下。那今天呢，这个十供养的供养站呢、唱的是宝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的供养。各位啊，我要稍微移动一下啊、宝供养在这里哦。我们镜头稍微跟着移动一下哦。我要特别讲一下今年很特别的因缘，告诉各位大师呢踏上加拿大这块这个可以讲就是一片大自然的宽广的国土啊、踏上加拿大啊、第一个地方就是渥太华啊、那么在这之后呢当然就是有了多伦多啊、温哥华啊、爱明顿板地可的啊、这五个道场在加拿大啊、但第一个地方弘法的地方是渥太华，第一个落成开光的道场是温哥华佛光山啊、之后才是这个多伦多啊、那当然渥太华啊、那但是从91年哦大师到今年来2021年呢、其实是大师在加拿大弘法的第30周年，但是我坦白跟各位讲忙啊忙啊，我其实忘记这件事，没有想起啊、没有意会到这件事情。然后呢在我们因为十供养呢这个场地有限呢一次呢就是我们把十供养分两阶段啊、那前五卷香花灯土果啊、一梯次啊、那么在星期一还是星期二啊晚上啊、拜完了第五卷呢 当天晚上赶快
重新布置，就是现在各位看到的啊，就是茶室宝珠一啊。那么宝这部分呢、啊，我们的当家师父啊，智印法师啊，通常啊，因为人家捐赠什么哦、啊，那么啊，他会把它保管得很好啊。他说他这个宝他来放就好啊，他要把它很仔细的啊拿出来，这都是未来啊见识的啊义卖精品义卖品啊，或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未来的宝藏馆美术馆要收藏的哦，是要小心的放。但是呢我把其他布置好之后啊，我要回去这个准备录影啊。后来智印法师跟我说，他排了这个宝供养，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这样。他说，主持你赶快来看一下，请你指导啊。各位知道我当时哦，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毫不犹豫，不假思考的，我转身呢，就在我们金色的有一个小佛龛啊，马上就请了这一尊，抱着就跑。我说我马上来啊，转身抱起来就跑。大家觉得我在做什么？当时在金色哈啊，应该智胜法师方圆都在啊、哦，奇怪啊，住持你搬佛像要做什么？我说赶快，我们要去，这是真正的宝啊，我们要赶快供上来啊。跑来这里呢啊，智印法师跟我呢，我们就在看啊，这一道一放啊，一供上来，哎呀，完成了，完成了，就是这样啊。那个当下我突然意会到，这一尊玉佛呢，就是最早的住持一如法师，他来到渥太华，在那个 Chinatown 啊，租了一个小小的啊地方啊，当时他就是从香港请来这一尊玉佛啊。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了啊，就是觉得哎，我们这些小徒弟啊就是有时候啊忙于一些事情啊，设想没有那么周到，但是佛菩萨护法龙天呢啊，真的护佑着我们，漏了哪里就帮我们补哪里啊，有很多这样的感应，很多事情啊，包含啊，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智印法师跟我讲说，住持好像少了什么，你赶快来指导一下，我真的没有犹豫，第一个直接请着就说宝在这里，赶快开车。我们要从金色到道场啊，就这样供上来啊。这一供呢，我突然想到，哎呀，是玉佛要来告诉我们呢，30周年呢、啊，要告诉大家，谢谢大家的护持。渥太华佛光山从最早的一个小小的禅净中心，然后阶段性的进入到啊，这个叫。讲堂，一个比较中小型的讲堂啊、哦，妙尊法师，大家都要感谢他，他真的这是守住渥太华啊、这个地方17年，他一个人啊、从最早一如法师陆续啊、几位，然后到妙尊法师啊、这30年，然后到这个前大概3年左右啊、然后妙齐法师、智印法师啊、我们就真正正式调派来。我们来的目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为了要见识啊、那所以啊，这个一点因缘讲给大家听，那会记得这样讲，真的玉佛给我们启示了。告诉我们渥太华1991年大师来弘法的第一站在渥太华，到现在刚好是弘法30周年的纪念啊。今天虽然时间有点晚，我还是多说了一点啊，这段因缘啊，我还是要讲重点几个几句广东话哦，因为系好重要嘅事要俾大家知啊。大师，我哋嘅师父呢，喺1991年呢。嚟到加拿大王法第一站第一个地方就是 Ottawa 啊，所以到而家嚟系30周年啦。咁其实呢，我系唔记得咗呢件事嘅，成日忘啊咁样啊，咁系因为要布置10供养啊，咁今晚就系宝供养咯啊。咁当时呢，
当家智仁法师同我讲话啊，我当时因为准备要落营啦啊，佢同我讲话，主持啊，好似系少咗乜嘢，系好多步啊，但唔知点解都感觉系少咗乜嘢啊，好似冇一个重点啊咁样。我话我揸嚟啊，然之后我转身啊，我后边有个佛龛啦吓，咁就呢尊啊玉佛系供喺嗰度嘅，我抱住即刻请过嚟咁样啊，一降上嚟乜嘢都具足啦。啊！不过就因为咁样，我先醒起谂起啦。啊，哎哟，系呢尊玉佛啊，从伊如法师啊嚟到 Ottawa 啊，喺一个啊 Chinatown 一个小小嘅个楼上 office 里边咧，有个禅静中心，一路妙尊法师啊，17年系佢啊坚持啊，就守住呢笪地方咧，咁一路坚持到我哋。啊！几个法师再调派过嚟，开始建寺咁样，我觉得我哋真系叫做马拉松啊赛跑啦，一棒接过一棒咁样，到而家嚟，我竟然唔记得系30周年啦，系玉佛提醒我啊，所以好开心话俾大家知啦。咁听日呢，我哋要继续进入系啊梁王宝忏第9卷啦，啊讲起嚟呢，听日就系梁王宝忏，我哋要拜完啦。啊，今日啊。代替礼佛啊，仲系啲有修行有福报嘅人。听日呢，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啦。朝早10点第9卷呢，系为三恶道嘅众生要礼佛啊。咁所以大家啊，要嗰种要好真心嘅，系为咗佢哋唔造业啊，唔好再造业啊，一定要理地苦、理地狱嘅呢种苦咁样吓，离开三恶道嘅苦，呢种心去帮佢哋礼佛啊。然之后下昼咧，进入卷第10啦，就去圆满啦啊。咁所以啊，今日比较啊夜啲啦，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啦，明天啊。还要继续坚持啊，再精进啊。那么在星期天呢，啊，就是30系列的佛事。明天呢，梁王宝忏拜完呢，那么是消灾坛的总回向了啊。那么之后呢，当然消灾入位啦、榜文啦都会请下来啊，一直到星期天30系列。那么超荐坛的啊，其实有一件事情，可能各位应该不知道，我们的坛口啊。本来呢，那个两旁呢，啊，布置也是很庄严的哦，啊，那两旁的垂下来的那个啊布幔啊，后来因为登记牌位的人好多啊，啊，所以呢，我们就中间呢特别把它啊把它打开来啊，就再打开一倍的空间哦，就是这两旁了哦，那总是呢看起来坛口还真是啊很庄严的哈、哦，嗯，我想应该也会有机会让大家看到，各位要超荐的历代祖先啊，这个过往先人啊，个人累积冤亲债主啊，应该都很欢喜在这里啊、哦，那么。还有一些人有感应呢、啊、明天再讲给大家听，今天时间比较晚啊，我们要养精蓄锐，明天再继续精进，祝福大家，阿弥陀佛。